主料，白菜苔400克，辅料油盐鸡精一茶匙，干红辣椒蒜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白菜苔清洗干净后切断，干红辣椒蒜头切碎，炒锅热油后放入辣椒蒜头炒出香味，加入白菜段，继续翻炒至变软深绿色，加入鸡粉继续炒1分钟，加盐调味炒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